迷你世界岩浆的克星，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不知道，请点一个赞，谢谢。其实一共有两个，第一种就是迷你世界中的水，对吧？我在岩浆的对面放了一桶水，你没看，刚才的岩浆瞬间变成了一堆石头。有人说迷你世界中的岩浆只害怕水，错，其实迷你世界中的岩浆还有一个害怕的东西，伙伴们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的话，请点一个赞，谢谢。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迷你世界中的火把也有两个克星。第一个就是迷你世界中的海水，它无法放置在海水里面，你们看，海水会让它熄灭。而迷你世界中火把的第二个克星，伙伴们，就是迷你世界中的岩浆，岩浆会吞噬火把，并且让火把永远的消失，对吧？对对 对, 对。那么迷你世界中的岩浆第二个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伙伴们，它就是在迷你世界中一共有三种液体，第一种是水，第二种就是岩浆，而第三种就是迷你世界中的蜂蜜桶，对吧？其实迷你世界的岩浆还害怕蜂蜜桶，你们看，蜂蜜桶会把岩浆给变成巧克力块，对吧？并且不会再对我们产生伤害，而巧克力是可以吃的，伙伴们，现在你们知道了吧？迷你世界中的岩浆第二个害怕的东西就是迷你世界中的蜂蜜桶，你们知道了吧？